Stadium Tour 这边，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要跟着那个 Tour Guide 去走。好，然后今天的 Tour 有很多意大利人，然后比较可爱的是因为只有两个马来西亚人咯。好了，第一阶段先到此为止，等一下再继续，再见。